天天你给我，我做一个梦，天天你给我看一下吧。我做个梦嘛，我忘记这点，可能我让他们猜中。忘记嘛，下次再问了。天天我做一个梦，我妈妈母的我。一个母的，我一个妈娘嘛，你这个称老些个，那么妈母的嘛，我妈十块的啥母的，妈脸啥母的，那么妈脸啥母的，那么我可能不是一百分钟，那十块是什么意思啊？买墓地叫你抓紧时间了，要好好修了，你的时间是倒计时啊，不是太好的。买墓地的话不是太好的，哎，身体在急剧下降，所以你现在老妈妈嘴巴不要再乱讲话。有时间就多念经，听得懂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一天到晚念经，我出去也不出去。啊，你就一天到晚念经不就好了吗？听得懂吗？那我念经的质量好不好？太太，给我看看看。五九年的猪还可以，蛮好。五九年的猪。可以可以，念经质量可以。可以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讲了。哦，给太太。